一分半叫你在大陆用一块钱注册 ChatGPT。 首先，大陆的用户需要把 VPN 切换成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地区，并且要开启全局模式，然后访问这个网址会在视频下方，点击 Sign Up 注册，然后稍等片刻，然后输入你的 email continue， 然后再输入你想设置的 password， 然后你会收到这样一封邮件，然后点击下面这个绿色的按键开始验证。如果这个时候出现 not available， 就说明你的 VPN 地址使用错误，你需要更换浏览器或者清空 cookie 后再次更换 VPN， 然后继续访问。然后这个地方需要输入你的姓名，这里随便输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就需要注意了，这时需要一个海外的电话号码，如果你没有海外电话号码的话，这边我们提供一个叫做 SMS 的平台，链接也在评论下方。然后你需要登录注册你的账户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服务搜索 OpenAI 就找到它，然后点击它，选择最便宜的那个，比如说印度，然后点击购物车，会显示你的余额不足，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地方，然后点击充值，选择合理的支付方式，这边大陆的话用支付宝就可以了，然后点击支付宝，这个地方大概换算下来 0.18 到 0.19 都可以，然后点击付款后就会转到支付宝，然后再次搜索 OpenAI， 点击购物车按键，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获得了一个电话号码，然后把下面这串电话号码数字复制上去，记得把91给去掉，然后在该平台收到验证码，重新拷贝到 OpenAI，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成功注册了，你可以随便输入你想要的，这个时候它就会反馈你，当然这个时候使用英文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。这就是本期的使用技巧了，喜欢记得点关注，我是可乐，下期再见。